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菩萨问名品》第五大段。佛田甚深，末首菩萨寄诵第五首看起，譬如净明镜，随色而现象，佛佛田如是，随心获众报啊。这首偈是就众生来说的啊，就众生这一边讲的。前面呢，我们已经将这个大意跟诸位报告过了。清凉大师在抄里头啊，引起心论里面一句话，这个意思好。他说起心论说，真如内熏为因，善有外熏为缘。这个两句话很重要。一切众生真如本性跟诸佛如来是平等的，完全相同的啊。那么真如内心从什么地方啊见得真如内心呢？我们中国古人常说，人人呢都有个良心呢，我想这是比较容易体会的。所谓良心呢，就是真如内心啊。譬如我们做了坏事，伤害别人，伤害众生，有时候会感觉的很愧疚，感到愧疚就是真如内心。在我们弟子规讲座啊，现在我们用的题目，对外用的题目是幸福人生的讲座啊。从小朋友到老人都参加这个讲座啊。小朋友听了之后啊，我们这是我们看到的呀。七岁的小朋友听了弟子规之后上台去报告他学习的心得啊，他说我学了弟子规才知道做人应该要孝顺父母。这个就是真如内心的啊。外面呢有老师给他讲解，这是善有啊，外有善有啊为缘啊，他良心发现了。何以说这个小朋友良心发现呢？小朋友很坦白，他说在没有学弟子规之前呢，他常常想谋害父母。七岁啊，成年人四五十岁的人听了这个课之后啊，痛哭流涕啊。我要是早二三十年听到了，我就不会做很多错事了
啊，有一位80岁的老翁，啊，第三天下课的时候，他就跪在蔡老师面前，啊，替他们家乡人请法，他不是他了，他是从新疆来。我们家乡从来没有人听到这么好的教诲啊！祈请蔡老师一定要到新疆那边去讲一次。这个是十大愿望里面勤转法轮呐，啊，那么样的恳切。所以从这个地方呢，只要我们自己在日用品尝，稍稍留意呀，细心观察，你就能看到啊，真如内熏呢，是没有间断过的，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啊，也就是。人确实有良心呐，他良心不能发现，良心被蒙蔽了，被什么蒙蔽？物欲，物质欲望迷在那个地方，迷得太深虽然迷得很深，做了很多措施。有时候，他还会感到愧疚，那就良心发现。我们从这个地方才晓得，古圣先贤建立教学重要不但是重要，必要啊。只要有善有为缘，它就会变善。正是谚语里面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圣贤教育的理念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上，这是真理，这一点都不假。人性本善人为什么不善呢？不善是物有为缘，它里面呢不是真如内心。它是烦恼习气内熏，阿赖耶识里面真妄合火，真如也内熏，烦恼习气也在里面熏，就看外缘了，外面是善缘，真如内熏就起作用，外面是恶缘，烦恼习气内熏起作用。就这么回事情所以这才知道教育重要尤其是圣贤的教育为什么呢？圣贤教育跟真如相应现在这个世界教育很多，学校很多，但是没有伦理道德。没有忠孝节义现在教育里面教的是什么呢？从幼儿园就教竞争培养一个竞争的心，
培养自私自利的理念，啊，不知道孝顺父母，不知道尊敬师长，不知道友爱兄弟，啊，不知道爱家，他怎么会懂得爱国？啊，他心里面只有厉害，所以这种教育理念呢，它跟烦恼习气相应啊，它跟真如不相应啊。啊，这是说明今天整个社会动乱的根源在哪里啊？就在这个地方啊！啊，要化解冲突，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从哪里做起？那就得从这儿下手。啊，所以和平会议一年不知道开多少次。开了几十年了，社会越来越乱。啊，人们活在这个世间，越来越痛苦，没有看到效果。啊，什么原因呢？不知道啊，这个冲突根源在哪里。啊，我参加过四次国际和平会议。啊，我说了，以后我不再参加了。啊，这种会议不如办班呐。啊，办讲座啊。啊，伦理道德的讲座。啊，弟子规十三页的讲座。啊，幸福美满人生的讲座，真有效果。啊，这就是什么？这个效果是怎么产生的？我们懂得善有外缘，办讲座就是善有为缘了，把大家的真如内心为因给勾引出来，有因有缘。果就现前了，啊，这个果是什么呢？忏悔，改过自新，断恶修善。啊，人人都知道改过自新，人人都晓得断恶修善，这个冲突不就化解了吗？安定和平本来就是嘛，古圣先贤，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啊，他们一生当中我们没听说开会呀，我们在古籍里常常看到的教学为先，啊，甚至于在古代，啊，不要说太久了，七十年前，啊，我十岁的时候啊，我们住在农村。啊，那个时候清朝清王朝啊，灭亡还不久啊，民国二十几年，
啊，国家也是动乱不安呐。啊，中国幅员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啊，警察、治安都是严重问题啊，人手不够啊。啊，农村里面起了纠纷了，没有法庭，也没有警察，啊，到哪里去呢？找那个私塾的先生，找他来评评理，这是常见的事情啊，啊，常常发生的事情啊。这个私塾先生呢，把这个这个冲突的两个人或者是两家啊，找来的时候给他们说一番大道理，事情就化解了啊，物守言和了，不再争执了。虽然农村的人民很多没有念过书，啊，不认识字，懂道理，啊，这些道理从哪里学来的？从小在家里头，啊，做儿童的时候，大人常常讲。啊，年节赶庙会，庙会一定会演戏，啊，演的是京剧，啊，那个时候还有昆曲，有地方戏剧，那些都是教育啊。啊，中国古代这些艺术表演，都是遵守孔老夫子指导的原则，思无邪啊，所以他那些做人做事的大道理从哪里学来？就从这些地方学来的啊。我那个儿童时代的时候，是做小学生时代啊，这个。农村城市盛行呢说书啊，说书的艺术现在没有了，很可惜啊。啊，里面都是讲的忠孝节义、仁义道德啊，都是讲啊因果报应呐、啊，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啊，不认识字的人常常去听呢，去看戏，他学到了。人在世间，要怎样过日子？啊，要怎样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不知道孝顺父母的，没有不知道尊重长辈的。啊，可是这种教育呢，你看在现在半个世纪，时间并不长啊，消失殆尽。啊，要说遗憾了，世间再没有比这一桩事情更令人感到遗憾。啊，现在的社会真的是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啊，
好像人生病啊，越来越严重，并发症全部都露出来了，啊，叫一般人感到束手无策，啊，看着要死亡，世界末日啊，怎么能挽救？半个世纪之前，人要有这个警觉，啊，要能把这个伦理道德的教育啊重新提倡，大力的推广，就不至于有现在的社会动乱。啊，可是疏忽了，现在非常严重了。现在不做不得了了啊，有识之士对这桩事情没有不焦虑的啊，从哪里下手善友，现在善友越来越少了啊，几个人能够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这十六个字要是不能放下，就不是善友啊。啊，好在中国人多。啊，中国有13亿人。有人说还不止。啊，13亿人当中能不能找到100-200个人呢？我相信有。啊，有100-200个年轻人、中年人能够真正觉悟，真正把这16个字舍掉，做出牺牲奉献，来从事于伦理道德的教育，那就有救了。诸位要晓得，这在50年前的社会没办法，为什么呢？人太少了。南北朝的时代，宋文帝跟和尚之那一番对话，我们在《永正上谕》里面读过啊。啊，古人所说的这一个小村镇有100户人家，他有这个地方呢有10个善人，孝顺父母，尊重师长啊，修持善业，就能够感化那一个地区。啊，这个意思就是比例啊，1/10了。10个人里头有1个善人，这1个善人就能感化那9个善人。如果照这个比例来说了，中国这个佛缘13亿人呢，至少要有1亿善人，那就太难了。1亿善人到哪里去找啊？啊，那我刚才讲了，
能有一两百个善人，我们这个社会就有救了。这是在今天可以讲这个话，半个世纪以前不行，没办法。今天为什么可以讲这个话呢？今天有远程教学啊，这从前没有啊。这是得力于近代的高科技，远程教学，利用卫星电视、网际网络。所以老师有一两百个人，哦，那就相当充实了，这个老师的队伍啊。我们把这个频道开出去，24小时不中断。有这么多老师轮流在教学。全国的人，全世界的人，在电视机的前面，在网际网络荧光幕的前面，24小时不中断。那我们学习不要多了，1天4个小时，锲而不舍。每一天能够听4个小时的课，男女老少一起都来学，我相信啊，半年效果就非常显著。一年整个社会改观，人与人之间一定有礼貌，一定都懂得不是争不是竞争礼让谦让，那么冲突的事情诸位想想还要化解吗？不需要了，没有了，自自然然就没有了。竞争没有了，冲突没有了，人与人之间懂得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要靠教学，要靠办讲座。现在我们要办空中讲座，才能够收到这么大的效果。空中讲座重要，那实际上这个讲座也重要。我们在这个电视前面学习，总不如在现场教室里面学习那个感人更深教室现场学习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设备，没有这么多老师这是不得已用远程的方法我们希望我们这些老师不断的在培养希望将来老师这个队伍能有几千人，能有几万人，能有几十万人把圣贤的教诲向全世界介绍那么这些老师是在讲除了有中文学说修养之外，最好还要发心能说一种外国语学一种这个外国的文学
不到外国去，你在远程教学里头，你比如说，你用英语，英语现在很普遍，你用西班牙语，用俄罗斯语，用阿拉伯语，差不多啊，都有将近十亿人能够收看你的教诲呀，能得一呀。这个问题不是做不到啊，只要你发心就能做到。这种奉献我们细心去思维去观察，超过宗教，真正是佛法里面讲的普度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断恶修善帮助众生超凡入圣这是这个教学的效果这效果有三种上根的真的是超凡入圣上根呢超凡入圣是什么样子的？他把他自己那个工作舍掉，从事于伦理道德教育的工作无论是担任讲学讲学是老师，或者是担任护法我们佛家讲护法护法是什么？行政工作人员都是菩萨了，尤其是远程教学老师在讲台上讲，讲完之后你看录像还有人把它整理出文字打成这个字幕，后面许许多多人在服务在工作这个才能够播得出去才能够流大量流通光碟那么这些工作人员也都是转凡成圣不使圣贤他不会发这个心，这个工作很辛劳又没有很高的待遇但是这是自救救世的工作这个工作确实有乐趣这个乐趣古人讲的孔颜之乐孔子颜回之乐在我们佛门里面说佛菩萨之乐佛菩萨落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看见的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的传记释迦牟尼佛跟他的一些学生当年在世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真乐那我们现在人看到这种生活都摇头这怎么行这种日子怎么过
确实，现在人不信。啊，那么古大德那种生活方式，我们可以说是健康的生活。啊，我们今天过不了这种生活，我们的身体太弱了，经不起风寒呐。啊，前些年有一位同修送我一本小册子，《旷野的声音》，啊，台湾那边翻译的，啊，内容是个美国医生到澳洲去旅游，啊，很难得，他到澳洲中部沙漠地带呀，给那个当地的土人土著生活了4个月，啊，写了一份报道，啊，写一本书，啊，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啊，这一些土著现在人数很少，但是还有，他们没有文字，有语言没文字，他们的记忆力非常好。啊，古代的事情代代相传，口述。啊，他们也有10000多年的历史啊，啊，甚至于上溯到3-4万年之前，啊，他们祖宗的事情，他都能说得出。啊，他们过的是原始生活。啊，那比释迦牟尼佛还要辛苦，没有衣服，啊，都是赤身露体，啊，不畏风寒，啊，日晒雨淋他都不在乎，啊，晚上走到哪里就躺在地上就睡觉。啊，他说每个人身上带2块兽皮，啊，1块兽皮呢，睡觉的时候垫在下面，1块兽皮啊盖在身上，啊，没有房子，世尊教人还树下有些一宿啊，他们不一定在树下，啊，沙漠里、旷野里一样休息，啊，第二天早晨起来了，一样干活。啊，他们干的是什么活？啊，还是打猎，啊，采这个野生的果实，啊，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啊，到处流浪啊，啊，也是一群一群的，啊，他看到我们这些人，啊，现在给原地方朋友的时候用手机，他觉得很奇怪，他说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呢？啊，他们跟原地方的朋友交流不需要心灵感应，比我们强多了，这手机还有副作用，有电波，他没有。啊，他跟原地交流，在地上地面上坐一坐，啊，精神一集中，就像入定一样，啊，就能跟远方朋友们交谈。不但音声，啊，能够传达，色相也能传达。他在定中看到他的朋友现在在干什么。就像我们电视一样，你看人家不需要用机械。他说他们是真人，他们过是真正人的生活，他一无所有啊，整个世界整个大地
啊，就是他们生活的舞台啊。啊，每一天快乐无比啊，没有竞争。啊，他们没有积蓄。啊，他什么都没有。真的像佛一样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他们对于动物、植物都有感应。啊，很少生病。生病治疗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医药，啊，他们懂得草药，啊，知道用这些草药，啊，最重要的是，他们用精神治疗，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呀。那么这个精神治疗呢，理论呢，被江本胜博士发现了。啊，他在水实验里面呢，证明了，所有一切物质都有灵性，都可以互相沟通。啊，他们在旅行当中，有一个人不小心跌到悬崖下面，20多公尺。啊，同伴们把他救起来，严重的骨折。啊，流很多血，骨头都露在外面。啊，他怎么给他治疗呢？啊，把他抬起来。平放在地上，啊，然后有两个人好像祷告、唱歌给他听，啊，实际上呢，就是告诉他这个鹧鸪啊，劝他啊恢复正常，啊，跟他商量，啊，这不小心对不起你，啊，让你受这么多苦，啊，请你赶快恢复正常。啊，几个小时之后，果然，啊，这个露在外面骨头慢慢的就缩到里面去了，啊，还有个伤口，那伤口他们用树叶把它贴起来，第二天就好了。啊，这个美国的时候也是个医生，看到之后感到非常惊讶，他也没有医药，他就这样，到第二天好的时候，连痕迹都没有。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啊，最重要的信心啊！所以我们如果要有疾病的时候，你懂得这套方法了，你跟你疾病的那些病菌呢、啊，要跟他好好相处啊。要跟他沟通啊！啊，我们同学当中有几位用这个方法用得很有效啊，我也用啊。啊，哪里有病痛了？啊，这个部位里面的这个细胞，我们把每一个细胞都把它看作一个生命。啊，我们要劝勉他，劝导他，勉励他，啊，安慰他，啊，因为他现在离开他的工作岗位，那就造成困难了。希望他们赶快回到自己工作岗位。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啊，我们跟他商量，要带他皈依，啊，给他做三皈依，给。
给他发愿。啊，发愿不要别的，就是四弘誓愿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这些病菌啊，你要发愿度众生啊，你要断烦恼啊，你要学法门，你要成佛道啊。啊，你要跟其他的细胞要互相合作，互助合作。真有效果啊！不过我们这个效果的时候还没有那个投注那么快啊，他那个到第二天那么严重的伤就好了，若无其事啊，站起来跟大家一样活动啊，这说明我们这个功夫也就是这个信心呢没有他那么强啊，我们大概总是要三四天了，有时候要一个星期啊，效果才能产生，不是没有道理，有道理啊，也不足以为奇，正常的现象啊啊，但是如果不识深入经藏啊，不知道这个科学的实验报告，我们真的会感觉到非常惊讶啊，所以凡事都好商量啊，哎，自己生病了，胃病就跟胃商量啊，肺病就跟肺商量，哪个地方不舒服就跟哪个地方商量，嗨，真有效啊。这个家庭出了问题了，社会出了问题了，都要懂得这个方法了，至诚感通啊！我跟他商量，他不接受啊，他排斥。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自己真正好好去做，常常反省，天天改过，肯定人性本善，人人皆有佛性啊，我们发心给他做善的增上缘啊，发愿跟给他做善友，哪有不能感化的道理，纵然是过去生生世世的冤家对头，那个冤结也能解开啊！啊，我们在佛教传记里面，你看唐朝悟达国师啊，诸位如果去读《慈悲三昧水忏》啊，那就是他的故事，你就知道啊。他那个冤家对头是世事啊，世事的冤仇啊，啊，迦诺迦尊者给他调解啊，双方都很乐意接受，化解了。他得的是人面疮啊，要命啊！啊，悟达国师也很不容易啊，世事高僧啊，那个修行啊，成为一位这个一代的这个祖师大德，不是
一世两世修的，他修十世啊，十世的语言多好啊！第十世的时候，他的这个德行、学问啊，流传在外面了，皇帝知道了。亲近他，请他做国师，在中国这个佛教史里面很著名的。他是14岁呀，讲经。14岁出家了，沙弥。古人有首诗赞叹他了：14沙弥会讲经啊。听听众啊，那都是一些比丘啊，都是一些大德居士啊，他讲的头头是道啊。事实不是一生一世学的，我们说天才奇才，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不断在学习啊，一世不可能有这个成就。我们年轻的时候追随李老师李老师一生也是讲经他老人也常常给我们说，他说我这个讲经不是一时的，至少过去是有好几时有这个厚的底子才行的所以学讲经不是每一个人都行，这是我们要懂得，你没有过去式的根，你这一世学很困难。要不要学呢？要学。人家世世累积我从这一世、第一世、下一世，我还要累积这一天。所以发心的人很多。都希望出来讲经，好事情。如果没有那么深厚的业因，没有续世的因缘，我们做协助的工作，帮助别人，也成就了自己。帮助别人修随喜功德。所得的功德跟讲经的这位法师大德决定没有差别。这是不需要过去世的那个深厚的善根呢，这一生发心能做到。尤其是现在这种科学技术的工作你要是没有人来操作，没有人来协助我们在此地讲经怎么能够在卫星电视、在网界网络同步向全世界播放呢？这不可能所以这些工作人员跟讲经法师的功德无二无别，甚至于这个随喜里面，我劝一个朋友来听来学习他听了很欢喜，听了很有受用真的转恶为善，转迷为悟了，谁教他的某个老师教他的谁介绍的某人介绍的，介绍的人跟老师的人功德一样大介绍是缘没有这个善友为缘，他就没有这个机会他就遇不到
随喜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要懂啊，普贤十愿呢，十个十条啊，随喜列入其中之一。啊，第五条就是随喜。啊，第六条，请法。啊，第七条是请佛住世，那是见道场。啊，把善知识长时间留住在这个地方，教化一方。啊，那么现在我们请转法轮，请佛住世。啊，我们利用网络，利用卫星就可以。我在这里设个站。啊，我建一个小佛堂，我这个里头有卫星电视，有网际网络，有大荧幕。那每一天到时间的时候，我们都开放，许许多多人来听。啊，听完之后，我们可以在一起研究讨论，交换心得。这个因缘多殊胜。我们要发心，要会利用啊，所以随心获众报啊，这个果报是千差万别啊，啊，就是看你自己的善心，看外面的善缘啊，你只要懂得，都能够获得无比殊胜的果报。这一手机我们就讲到这里。